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文字上提到雷同，还讲话摩托过古树的人，雷同的出处也未必就对的。要么阿拉雷同呢，先解释雷同两件事。雷是雷响，雷公响，雷公响的上心态。为了以前发展才乐意，雷公心响啊。这雷公一响，所有的万物都会响应，都会应上。你注意谈个雷公响的时间，雷公一响，所有万物的都会反应个上，都老雷公响个上重要，会应上啊。尤其三佛行谈到雷鸣个上吼，个反应更响。所以个就讲，雷声一响啊，万物响应。演出的声老雷声相同，安尼按到雷同。两位讲雷同，就是讲你莫认为穷样，你莫认为讲前面讲三次认为穷样，莫穷样。所以讲唯可雷同，莫认为穷样。两处解释雷同两则是讲法，像雷声一样万物相应，同音雷声。按理不是雷同，显示穷样的意思。而雷同两则是个典籍出在哪位呢？出在一家四书五经啊，五经的礼记，出在礼记啊。礼记的曲里向啊，礼记内容挺多，编名也挺多。第一编呢、啊、就曲里曲啊。从四点的点是拿走两点个叫曲子啊，礼是礼貌的礼啊。一开始的第一遍就是曲礼，曲礼有上下两段啊。曲礼的文字上的内容啊，实在十分重要了啊。也现在一般常识讲话啊，复兴中国文化，像两种的很重要的文化根本就没人去提倡。现在没讲话我托礼记的人啊，恐怕已经受到像凤毛麟角啊，恐怕能够了解礼记的人已经减少了，更不容易得了。我现在讲话国文老师我会讲礼记的啊，恐怕没几多解了，没几多解了啊。从前台中里面的逻辑师也讲过礼记，所以该当时啊，大家人就讲，现在不会讲礼记的人啊，现在已经难请了。其实呢，一个礼记底背的文字啊，千多年的现在非常用得出的东西，时时都有用到啊。而以上啊，咱平常讲的话，千多啊都出在礼记啊，结果唔对。比如讲话礼尚往来，礼尚往来的句话就是出在礼记啊。那么现在两位书本上写的雷同啊，就是出在五经的礼记曲礼的上边啊，因为曲礼有上下，上边有一段话讲：真理勇，天必勇，无朝率，无雷同。雷同两则事就对下来啊，无朝率，无雷同，吼，该无啊，唔系有无嘅无，像父母嘅母事啊。底部都可以撇出来，托无啊，托无啊，一只事哈，一容易会使人错误啊，就是那个父母跟母啊，穷样，看起来一穷样，啊，要母是嘛，不能是亮点了，不是给它撇出来，撇掉也撇出来，该说到，该托无，托无，唔系母，
莫托姆，我念在五教的啦，啊，念咱五教面，啊，看唔着我念在五教的，哦，个五教的，念在五教的，念咱五教面，佮都发生太笑话，太笑话，啊，下头我有个肥太师写个诗啊，就是用的是五字，李继芳啊，讲五朝说五雷同。这两句话就是对于特殊人哈，特殊人的重要的特个礼貌啊。五朝说个朝啊，本来是教是啊，少字变做了历史个教，所以为特朝，伊那就是有三音嘛啊。朝就是那个朝下个朝通用啊，讲莫朝骗人的东西变矮的，做文朝公啊，特殊人啊。啊，莫讲啊！你写文章把骗人的草来变矮个，你草骗人该哦，著名讲的还出差嘛个书啊，要运动嘛，黑起家个人可以写黑啊，属于起家个文字。草人的东西必定要提出说明讲，还是对那未来一个文字对那来，所以莫草率，草骗人的东西来做矮个，草率做文草工也唔好。啊，无雷同，雷同的意思啊，除了比如说用意思还说明讲话唔好拿顺风去啊，就是水上复活啦，水上复活，人讲话哦，你谈到水上复活，莫去考虑错唔错，一下就水上复活啊。比如讲，你讲你是犯人哦，你认为黑吗？你马上复活个黑，该唔对呀、啊？你莫考虑真讲你阿张人，系唔系真正坏人？骗人讲你阿张人系坏人，你咪随时就附和讲，系啊，唔错，继续按照雷同，按照附和人来说法。人按你讲就按你应啊，就是讲话人缘一缘啦。人按你讲也按你讲，哦，搿就是墙头草啊，南风吹来往北偏，北风吹来往南偏啦呢。啊，基本上自家冇主张。所以这个礼记里边读的文字啊，千多千多啊，非常重要的。比如讲呢，五朝说五雷同的两句话上面上讲，啊，正理用，听必用，讲特殊的时间啊，一个坐在老师面前坐的端端正正、规规矩矩，容貌的端正，正理用啊，还有听必用，唐老师讲话啊，恭恭敬敬。唔随随便便，好像有堂老母堂样嘅，或者是脚翘起来，或者是也脚尖摇摆，啊，或者是扑腿作行，完全冇一个规矩。现代人啊，已经不讲究呢条规矩啦，啊，已经冇讲究呢条规矩啦。哦，从来李继芳前面人讲到九年吃饭讲话，哦。我让人拿碗筷，搿是在老了个佛教个礼仪啊，千多千上村的做菜，高人吃饭个拿碗，啊，刚才吃饭啦，莫手爬在桌上，都有讲到。可是现代人啊，可能啊以前啊，可能年轻人从俺那吃饭哦，搿手是按的，按的是，按的是，搿好像是外手样个呀，讲个人莫当，啊，人家手都拿得起了，怎么个手不用在桌上按的爬的那是呢？现代人没讲究这条礼貌了，已经完全失去这条礼貌。家教真要紧，家庭教育哈，根本都没说没教这条道理啊，后辈人嘛要抵得你啊、哦。所以，问为了哪些来当中啊，那么唔可以讲话要受靠在作行。所以这条理解了，在礼记个曲里向讲得非常清楚，曲就是讲啊，米色酒多啊。做人应当做个道理，去面色去做到一个理解，底部讲个倾向些。所以其他车目论啊，这个曲里一篇哈，实在非常重要的体验。我要学习啊，爱莫特殊，可是你五件啊，爱都在这个中间，爱都会抽出时间去翻来看。啊，所以我对《礼记》啊印象深沉，感觉到其实真多地方老佛家所讲的道理都能接近相仿的素材。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些个雷同啊，顺便提出来说明啊。我比较在啊讲经的时间呢，对于这一类个
文师外外往往要提出了个原因哈，因为现代人啊，已经没个机会要谈这条法了啊。我们来学佛个人呢，最大都在佛经上，除了学到佛法以外，世间法个啊那个文师理解，随时随地有机会能够讲多少，我就讲多少啊。就是所谓讲啊，随顺己人呐、啊，有你都按那个文师就可以说明。喺磨嘛，当然唔可以讲话随便就增加，啊你就变成唔咩一妥当啊。你啊就是解释第十八段疑问，下面有一段经文呐、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给世界啦，并冇了有那一段，后人加落去嘅。你先看看经文啊，你是慧命须菩提，百佛言，世尊。颇有众神以未来世闻说是经，有的地方又像闻说是法啊，闻说是经，神信行法，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神，非不众神，何以故？须菩提，众神，众神者，以来说，非众神，是名众神。两一团一共有六十二杂事，两六十二杂事，现在我们透过金刚经哈，一般流通的都是有请师他三藏啊，那个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啊。但是原本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金刚经哈，无两一团啊，你看经文就可以提到老前后文的文体呀、啊，个题材无重要。西部的前面成灰面，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该统统翻译做藏罗，前面讲藏罗西部的两位用灰面就显示讲两唔系，鸠摩罗什法师该翻译本原本上有嘅，那么原本冇用，慢慢就咁来呢，系从那个年尾啊，南北朝年尾。菩提六记三藏翻译的金刚经方啊，截了过来，截了过来，因为其他的翻译本哈，因为讲有两一段经文，讲从前面这一段经文讲完以后，啊，讲完以后啊，一听有呀，你是非面是菩提以下啊，众神非众神有两一段文，因为讲其他一本都有，只有鸠摩罗什法师一本没。两般为魔呢，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啊，或者当时翻译的时间，这个翻本上就说了一套。两般为什么呢？从前印度西方写的佛经哈，从前没用纸写，没用纸，用嘛个东西呢？用印度的毕多罗书压，毕多书压啊。所以讲，个币是个宝币个币啊哈。印度有一种书诶，叫做毕多罗书，一种书诶个压白青苔，啊压白个面啊青平，可以刻字啊，就像书表一样诶，可以刻字，没用写，我相信没用写，必定是用像刀一样用各种条啊呢。用个书压白去写字啊吼，一开书压白未必写得清多啦，万一他溜的一下一开吼。就受了个一样，他可能在以印度墙来的梵本的毕多罗书入的经文上啊，或者就是溜达的一样，溜达的你是非面是菩提的一团，那六十二则是翻为中文的六十二则是那一团，也可能就是正义的毕多书入的一批也没写的啊，他可能两批因为都都在中途上溜达，或者从原本上就溜达。唔啲，拿过来嚟翻译嘅时候，顺抄经文，因为原本就冇了一样嘛，所以翻嘅时就顺序翻下去，而前后又冇乜嘅太关联，唔会感觉，所以因此之故呢，翻译嘅时间就少了一样。翻译是给中途啊淘汰流失啊，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呢，前面讲嘅是第一种啊，讲法是流失，第二种啊，可能。年本有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时间哈，年本有啊。不过在鸠摩罗什法师的时间哈，给翻译呢，
可能是不是有故意把你一头拿来掠他，因为两个文字前面已经有过，前面已经有过，所以因此呢，因为讲话一个文字老前面中央已经有过，就拿来掠他，或者也有可能。不过在我的想法，我讲你还讲你听一种哈，其他的主教方向按你讲。不过你要在我的想法吧，我认为你要听一种哈，极无可能。九摩十三藏法师，佢翻译嘅时就一个人半有啊，我相信佢唔会掠他，可能就是这个翻本，然后就缺少了一段，可能主要是听一种，唔会听一种啊。你就是对于九摩罗什法师嘅看法，我尊重佢，因为佢唔会有。那么后人用万物人来抄落去呢，那是因为啊，讲因为人本行有啊。各位上帝师，金刚经。现在已经讲到第111页，根本就从你是慧命须菩提，佩服念世尊，颇有众生以为来世闻说是经，深信心佛，佛念须菩提，必毁众生，毁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以来说，毁众生，是灭众生。两段文的解释哈，看下面的注解的解释，既云。诸俗以十八条之间，用我一本经文啊，解出一义。即系《金刚经》注解嘅名称啦，就系《勘听记》。《勘听记》勘啊，比如讲文殊勘晓嘅勘啊。听是接听的听，勘听记啊，勘听记的作家就是宋朝初年宋仁宗的时间啦、有一位智贤法师，贤啊就是孙运贤的贤，智贤法师啊，就是读灵岩经开悟的人啊，那么他对金刚经的注解有一部勘听记。两个关于个内容啊，等到听一行个叫熟识这样说明。看听几行讲，现在主角两部金刚经研究个实验上时啊，这是就引这个看听几个文字来做说明啊、所以下面个文字啊，大体都是从看听几行揭露出来的。看听几行有按理讲，主俗以十八九之间，主书书也是金刚经的主角，主家的主角，两个主书的书啊，是主宋朝初年，就是智贤法师其所看到的，当时一般人的对金刚经的主角，他的从那个唐朝末年，经过五代。到那个北宋的宋初，这一段时间，金刚经非常流通啊，注解也多了，所以一般的注解哈，在那个27年的解释当中啊，这是78年、79年的中间，189哈，是78年过头，79年的前面啊。因为前面是78年啊，啊，上回讲这个就是78年，78年解释它完毕之后，79年的前面，所以讲十八九之间，78年、79年的中间呢、啊，就是讲78年讲完了，19年要讲之前，大体都是要这个爱本，爱啊，念爱。白爱啦，南北朝时代啊，南北朝的白朝白爱念爱啊，
就是托盼会了。年会时间呢、啊，有一位三藏法师，按照菩提流记，啊，菩提流记三藏法师啊，翻译有《金刚经》，同时也翻译了个啊《金刚经论》，啊。因为当时一般的主角都是根据那个年会本会时代菩提流记所翻译的《金刚经》的经文行啊，在那个78以后19之前增加一段经文啊，有一段经文来解释一种的疑问，为之解除疑义。解自当时唐朝末，经过五代到宋初，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主家主家的《金刚经》都有两页短文，就是就是头多念两页短文，一共62杂诗啊。现在我们看看书本啊，诗书清河山，因为它一行是20杂诗，一行啊经文20杂诗。主角大意思下就19杂诗，经文20杂诗都是三行过两杂诗，就是62杂诗。讲了62杂诗啊，在秦有秦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金刚经》啊，是摩利亚的文字。所以下面主角讲：秦经既无其文，秦啊就是有秦。东晋时节啊，晋朝已经偏安南方啊，北方啊就是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当中有一国啊，国名安了秦，秦始皇的秦中央，国主相尧就是尧长啊，尧长尧舜的时代。因为国主相尧根本不是前面的父亲，也不是秦始皇的姻亲，所以历史上啊都写作尧秦，加上一个国主的相来鉴片，讲不是前面的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啊永远都是普氏啊，像那个托高发普的普，他运动是相父啊，托父不托普，父亲的国主当时也有那秦，偏偏不是父亲，所以我们有钱，偏偏不是秦始皇时节的姻亲，所以我们有钱。这个秦氏就是自由秦，今啊自由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要文字清简啊，由秦时代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金刚经啊，原本摩利亚62杂诗，摩利亚一段文啊，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金刚经》摩利亚一段文，你是为面师父的遗憾，偷到四面众神，两62杂诗，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呀，摩利亚一段文，书一不四其解，两在书老前面的主书莫空用了，你看个四空用，几个音译莫空用了哈。前面的主书啊是指主家的主角，一般的主角，现在的这书是呢是指勘听机所译的主角，之前法师主角的勘听机啊，详细的题目啊按照金刚八戒波罗蜜经书论转要勘听机，是数论转要勘听机啊，啊给所以个数论转要是马云主角的呢，是唐朝之末啊，唐文宗的当时哈，他家说第一个归封太师啊，归封宗末，归封宗末太师，两位主持清了不起，既也是三宗的首师，也是高下的祖师。要怎么说呢，这个归封法师归封三师，这个名啊按照宗脉，宗脉
三种的种啦，比咩嘅咩，证明我都种咩，因为佢带在中南山草堂寺嘅桂凤兰药，桂凤系佢带嘅金沙嘅名称啊，因为佢带在桂凤兰药啊，太感人尊重种咩太师啊，唔敢称假名。太家全叫那桂凤太师，桂凤啊，迄个简称嘛，唔尊称就称桂凤，唔会失礼啦。你称总咩啦？该就对祖师有不敬之嫌，所以对总咩太师，家庭也冇称几个尊称啦，讲称桂凤可以方便，因为个是寺庙啊，金沙个名称。桂凤太师那个总美太师出差那个中南山的草堂寺附近的桂凤兰药，所以后人称为桂凤太师。第二位祖师啊，就是属于显修宗的第五位祖师啊，他出家签体书啊，出家之后还忙有些书家啊，都和施主啊实在宫中也发了个发布本了个来参加宫阳的出家人，因为桂凤家长出出家还蛮有书的，所以修宫阳的释报以后，他跟念佛啦，念佛就去回乡啊，念佛回乡的时间呢，桂凤就在最后，因为他蛮有书的，所以是三米就在台中的最后面的一位啊，啊，家很人气清强啊。那么都这个施主发经书啊，发报本太家，桂凤太师就得到一本《严国经》，《严国经》详细按照太皇讲，严国修到了了二经，建成就讲《严国经》，《严国经》有十二章啊。呀，个桂凤太师得到了本《严国经》啊。回了之后一通就对付高啊，该高的非常的彻底清了解，等于是已经开悟穷养。那么后来啊，又得到医生送一部一个清凉国师的一个华严经的太师本集，也看到华严太师非常欢喜，所以就去请求一个清凉国师，刚好清凉国师年纪已经清多了，清凉国师是到一百空两岁，一百空两岁，所以有条个记载下讲百二啊，有人误会话到一百二是唔系，佢算起来啊，一百空两岁，佢神力救筹为七地门师啊。清凉国师经历过唐朝嘅皇帝，经历过九位皇帝啊，做七位皇帝嘅师傅。所以做七位皇帝的国师，那么人称给清凉国师，这个发明叫做陈干。清凉是在皇帝书本里的代号呢。而清凉国师主角的华严经太师啊，人送一部本了的种咩？桂凤太师接到两部书非常欢喜，看了以后啊，唐光的个清凉国师还在人间，就去请求，所以就得到清凉国师的真传啊。那么清凉国师在显修宗是 TCV 主持，所以桂凤太师就是清凉国师的传下来的，就是第五代的显修宗的主持。那么请求清凉国师的以前，由于请求过当时的五彩神会六祖门下的五彩神会上师，所以他又是三宗的主持，神会传下来的第一代。所以桂凤太师主给一个金刚经的题目啊，按照数论转要，数论转要。桂凤太师到了唐武宗的都单位跟人啊，他就认命了。所以呢，他没遇到这个武宗的个情况。那么这个桂凤太师主角的数论转要，金刚经的数论转要，数就是几个主角。有两版本讲这个论转要呢，因为这个主角啊，是根据无著菩萨的论《金刚经论》，并天亲菩萨的《金刚经论》，把这两部祖师、两部菩萨的经论啊，的论点拿来批合起来，写主角
重要的个重点，所以论是无出菩萨的论，天亲菩萨的论，两部论合并起来，重要的重要点来做几个主见，所以因此按照金刚经数论重要。要是在唐朝蔓延出来的呢，啊，那么唐武宗的时间啊，这两部主见已经流传出来。那么当时两部主见流传出来之后，啊，一般人非常尊敬，请来研究。有一位按照十八三十啊，一个十八不是证明，可能一个啊撇号，证明不对了。因为十八三十啊，根据那个数论转要有加主见，主见那个数论转要主了千多文思千多，啊，有的过于繁琐，有的又没时要。所以到了宋朝，别宋的初年啊，一个智贤禅师看到个啊，数论转有暗合，可是十八个主解啊过于繁琐，有的又无时要，所以他就拿来砍削，砍削，唔好嘅砍听削听啊，拿来好嘅拿来确定下来变成一个原本嘅主解，所以从此以后暂时咪听论，所以按照金刚经数论转要砍听机。金刚经数论转要砍听机一共有七件，两部主见现在还保存在万世修藏哈，两部主见流传出来啊，一般人研究金刚经大抵都要根据两部砍听机啊，给书面机啊，按照砍听啊研究非常信赖啊。你们讲既然经过了该智贤禅师该砍听啊，必听底本不会有错误，所以一般主见往往是根据砍听机的说法来做根本。那么现在的给我们看的一本金刚经严古的主见啊，主了个严古的禅师啊，释迦禅师也是看这个砍听机的主见来做参考很多，所以这个内容前面一讲过的也是真多都是属于砍听机的文字，因为啊他没提到我们就不方便讲出来，现在两位讲到了，所以就把两个主解给你啊，智贤禅师的砍听机，桂峰太师的数论转要啊，两位过去一向研究金刚经经的人啊，十届有七届八届以上都根据两部主解，所以现在这个严古根据两段主解写了一段文，所以下面两一段的主解哈，来对照过砍听机看完全重要，只有当时啊不是合现代的文字拿来略听，其他的解释完全根据砍听机，所以下面的文字可以讲等于照砍听机行啊截留下来，所以这个数啊是指桂峰太师的数论转要的数，不是前面主家的数，所以你也叫数，然后前面的主数没重要，要分清楚哈。也对于一个金刚经的古经的主解，还没经过一番功夫啊，恐怕分不出来啊。金刚经的主解除了某个啦，现在藏经行有解，万事修藏行有解，一般流通本行有解，差不多，我都看过，除了英文啦，中文我都看过了。我唔会 A B C 啊，所以喺英文间我就冇办法看，我冇咁能力。那么喺中文间嘛，系金刚经嘅主解差唔多，看过千多。所以呢个书是根据桂峰太师嘅书，亦不是其解，就是讲桂峰太师嘅金刚经数论转要行啊，冇了一段文，冇了历史会面习菩提以下，都十多十名众生，连六十米讲师在数论转要行，冇了一段文，当然也就冇了一段注解，因为数论转要系注解由前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翻译嘅金刚经，鸠摩罗什翻译嘅金刚经原本就冇了一段文，所以书中也就冇了一段文嘅注解嘅叙述，所以不是数亦不是其解。啊，数论转要行底部也没叙述两段历史会面时菩提两一段经文的注解，今来略是一些略是下来给他试哈，因为给当时看那人啊用无没必须看啊，看了没清楚叙述哈，然后前面的不是一个叙述重要了啊，
金乃六十二式，金是肯定基，肯定基啊哈，肯定基将减六啊，四十二以他们的意义来做解释啊，所以金是以后啊，完全都会肯定基的原文，所以这个金哈、啊，就会指肯定基当时宋朝初年是肯定基的话，唔系是阴山寺的话。是杨禅师都已经都清楚初年的人了，所以呢，其他下面的四十个文字都是根据北宋时节啊，智贤禅师的肯定句的文字上解读出来的。名为所说深沉无信义，讲的啊，十八年到十九年中间增加了一段文，也解释一种疑问，解释某个疑问呢，所说深沉无信义，讲在这个一般的解释上啊，也没指苏论传就会解释，因为苏论传就本来就没嘛。啊、哦，也就是说当时朱家的解释呢，根据这个论文，五朝天前两位菩萨的论文，又按了一个解释，他这个名称呢，所说深沉无信义。讲哦，前面讲的金刚经的道理暗深，破我执、破法执啊，连我法一空一空的三空的道理暗深。世间人有几多人能够升起信心呢？恐怕永远会起了个疑问。所以讲啊，所说深沉无信义，第二段是解释这个话。下面就是解释第二段经文。历史就是释迦世尊把前面提示把头你的文字讲完以后，接下去啊，释菩提提出来问啊，慧命释菩提，你晓得看哈？一看到灰面两杂是你嘛，就可以抵得讲这一摊文，唔系九毛老师翻译嘅。一看就抵，因为九毛老师三藏法师翻译嘅《金刚经》啊，对释菩提统统称藏罗，藏罗。前面一开头咩藏罗释菩提猜太重重，系咪啊？所以九毛老师翻译嘅都称藏罗释菩提，唔会称灰面。年为时节。菩提六记三藏法师啊，翻译该金刚经就成慧命，前面也还写到慧命释菩提，蒙下藏罗，从头至尾啊，全部经文对释菩提的尊称，统统成慧命，啊，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慧命释菩提，就直接讲你一段文，唔系叫我们老师翻译的，一个老师三藏翻译的呢，唔系写慧命，啊，所以一看就直接讲你啊，六十米法师啊。是对其他的经文上编译来的，就是从年尾菩提六记三藏法印翻译的金刚经上啊，那里借用印来的啊。金刚经呢，也年尾翻译的本子就有点一段文啊。一般人因为讲啊，天亲菩萨的论，跟五朝菩萨的论，都有解释点一段文，而且弥勒菩萨的八十行偈也有解释点一段文的两句。所以有此因为讲话原本有俩一段文，释菩提解空体一，以八界空非相应，故以慧命为称。两岸都记啊，这是慧命的称呼的意思。讲释菩提尊者哈，几在佛弟子当中啊，十太弟子各称体一哈，而释菩提是解空体一，对空理呀、啊，真空的道理。释菩提解得最彻底、最明白，所以称为解空体一。佛体之中解空体一的释菩提，因为他对八界的空慧、真空的八界没有慧，他最相应、研究最彻底、最纯正，所以称这个释菩提称为慧命啊。以八界没有慧相应的人，以八界没有慧为命啊。还有一种其他的主见呢，因为讲所谓慧命啊，释菩提七真八戒三空的道理啊，能修复慧命，能继续复该法身慧命，继续流传下去，所以称为慧命啊。要是解释慧命两者是故以慧命为称。平人颇有众生以为来是闻说施法。神仙显法，你也是这个经文啊，拿来解读下来讲。佩佛人，释菩提并不是假冒你佛讲，施主呢？啊，
颇有众神以未来是文说事件按什么法啊？是文说事法，佮按什么经典的法？能够神以信心么？佮叫颇是哈，皮斯篇的亚斯，那叫颇是哈，一种疑问词，甘油啦，甘油。啊，你讲合法嘅图法，佮甘油按的众神，在未来万法之时啊。谈到了部金刚经安全的脱离呀，佮敢为神起信心，按你个意思啊？要是师父的个问法，你也没奉你了，是先民提出来问个法啊？是你生成无性疑问呀？主角讲，佮你阿个疑问啊，讲哎呦，安全的脱离哟，一般人哪能够神起信心呢？来提出来问。该众神呢、啊、有圣有凡，以凡夫众神以此把这不能神心，身体众神呢、啊、乃能神心。你看就是把佛所答复的话啊，那诸葛亮作为神弱弱的说明讲，众神呢、啊、可以分作两类，一种是普通一般的你持反复的众生，就是某身心的众生啊。所以也众生呢，一个是有身心，一个身哈、啊、没只一点真身过个身眼哈，莫搞差了。那个身是自己的心质，就是本性，一个本有个习心行啊，有身法该啊心智啊，下面呢有解释讲，就是胎生见性呐，啊，凡就是母胎生见性的普通一般凡夫，啊，因为众生有凡夫有身杂该分别，啊，身是指一个心智有身心，凡夫众生都是把这个脱离呀、啊，不能升起信心，以黑母胎生见性的身心。所以两个成立你就不可能神起信心，就不能神心。身体众生乃能神心，身体啊就是指加个那个习心行啊，过去有修学胎生佛法，属于胎生见性，没单指佛心本身呐、啊。如果是佛心嘛，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现在两是就给多生个习性。简单讲就是过去种有胎生上一个习惯，过去修过胎生，对胎生佛法能够接受，这就是身体的众生，这个体质上有身心能够接受了个胎生佛法，嗯，这样能够升起信心。所以佛给答复的话讲，佛马上答复师父的佛言，以师父的必非众生，非不众生。一个文是清见呐、啊，你相关的文是没办法了解。必非众生，非不众生。啊，下面解释个，佛给答佛的意思讲，佛答一人，是有众生能心之法，是猜啊，是有两种生胎生善境的众生，能够诚心两个把这个妙法。贪比能心者呢，非是凡夫众生。非不是身心众生，所以讲必非众生，必非众生的解释讲，佢唔系一个凡夫的众生，人心嘅人唔系普通一般凡夫众生，普通一般凡夫众生冇胎生见性，就不能成心。非不是身心众生，也就解释个非不众生，非不众生就是非不是身心众生。你也能够升起信心的人，不是讲话即不是身心众生。若反面讲啊，正面讲就即就是身心众生，有胎生善境的身心众生。啊，你那个身心众生呐、啊，即胎生见性人呀，有身心的众生，不是普通人，就是胎生见性的人。因为佮过去多生有修学胎生佛法，加个。十心行啊，八十天中的十心的种子，其实香就有修学胎生佛法的根性。
所以其实属于身心的众神，俩即是胎生见气的人，有胎生见性的人啊，有胎生见性的气息，看得接受胎法啊，所以将能够相信。岂可视为凡夫众神，不能相信哉？你莫认为讲话个身心众神能信呐、啊？你也拿来看作普通一般凡夫无身心的众神不能相信，按你来解释，这就不对了。意思就是讲，佛所答复的必非众神，必只能信不能信的人，因为其哈不是普通一般的凡夫众神，非不是啦。不是普通一般的凡夫众神，不是母胎身上见的普通凡夫众神，但是既然不是说不是众神，是众神，是众神，但是其实身心众神，身心众神，非不众神，非就说既不是说话普通一般母身心的众神，其实有身心的众神啊，不是无身心的众神，阿弥陀佛解释将人就明白啊，何以故以哈？就再过真实，就是诸葛亮下讲，有真实之，有真实之以哈呢？就是再过真门解释，关于那个再过真门解释的文字啊，那个休息一段时间，咱继续讲下去了。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启建两广宝忏共修法会，恭请湛山法师领众。日期4月8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一；4月15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二；4月22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三；4月29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四；5月13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五；5月20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六、卷七；5月27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八；6月3日星期六，两广宝忏卷九。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敬请亲临分会登记，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那现在呢？这里的人在做工，农业细胞的呢，农业上面呢，医药的，农业细胞的岗位的呢，给他们帮忙，这里，农业这里给他们帮忙，那他他妈的归农业，这农业这里，他们这里包括种植下肉，这些话的，这农业的这里啥包的这里给他们帮忙，那他是包括要管家了。你农业的，比如计划的农业的，等于这个，等于地方嘛，帮忙的，五十几年的下水药的，干的怎么几年的，他可能我忙不了这个，下嘛下的，你话下下的几年这个，几年这个训练，他吃两天的，没多几年的，吃两天老忙不了，吃两通嘛就好说的，这个几年这个，吃两个这把马达。我妈从想他妈我做生意的，我想养的有少，有了大的了就，这忙，他这就那啥忙呗，这个那啥说，这六百万块的，六百万不搞啥搞法，有的的，今年这个老早掏他们六百他们就有了，这里这通了，这里这里这里忙这把接，这里两个这把嘛，但是通过什么啥子做生意养的有了，这今年是，这啥？你那这平庸计划的，这里你那计划的，你那计划的，你怎么说？可是我打研究设计结果的，农业的，这就农业设计的，我哪里这让给这个做的什么样吧？另外也是多嘛说的，这平庸计划的，你那的，你把人家话说，这真的，这没这康松出不了嘛？这多嘛的啥马戏法的？人老了，他那大了，对吧？你要吃的农业人少，这个老年没力的，他可以来别人。你那人这什么个？这些都培养上去嘛，叫啥啥了东西啊？上
이제 받아다 그게 이제 공격이 나오는 소리를 못 치게 정말 뭐야 좀 하는 게 더 단일한 일을 말했구나 라사라 소문 이제 공이 그 보진 자네 그럼 뭐지 그럼 조금 좀 그 라식 만은 어떤 상대나 이제 그 공격하러 특히 소문 도망나 이제 뭐냐 특히 속도 도망 저도 동안 나를 라면서 이라고 소중 동안을 비용을 주고 이제라 이와 가운데 또 제가 와서 동안 랑네 이만에 자리 좀 줘버리 30cm 동은 좀 줘버리 동안 말하는 데 저도 개화시나 때가 비용 충분히 내내 가게 되리라고 용하여서 개화 그래서 비용 치워해 내내 라더니 뭐 되니 산지 동지들이 대화에 공책이 님공 갈라지 불사 되니 두코 맞아 전부다 갈라지나 니 용거리 되니 고다 갈라 무사지 기치 보리 되니 지는 니 용거 되니 말하고 사정 참 되면 니 급절 니 용거 체대 되니 실력까지 방요해 되니 대회지 도망나 도망나 같이 송나야 되니 되니 다다 니를 이제 송나다 라이를 물리를 토고요 대회를 드니 하자 가치와 인지되지 못하고 고마워하면 니네들 같이 모리 드리대에 따와지는 비용대학들이 야이포를 전해들이 마음봐라 로마탐지를 펄거리에 드리 나가게 되었다고 전에 니네 내버가로 셉지 탐지 다다 나버는 셉지 탐지 주저고 꼭가면 같이 줄 대박이시여 마이 셉지 탐지에 참아이 이삼 그리 생각되는 그리 이게 자주 사정 생기는 도요에 하장 평형 지화에 약간 토이좀 대방돼요. 저좀 나리면서 김바라디네 롱두 수성나디네 물이 조바라디네 도장보 농지와 체로 말아서가 이제 마치로 조바스나디네 요거야. 대로 저정에서 말이 대다가 집어보니 당대에서 강인해 문해 니네를 조 조미야 되니 그나. 다다다 라마 교육신이 같이 오 라마 교육신이 인지고 이제 공동으로서 옛날에 유다를 하고 생겼다고 하기 때문에 사제의 담자 똑바로 되는 나빠를 주고 있다가 결혼마빠 뭐라 이내에서 무슨 공통을 주고 있지 이내에서 라성을 챙겨 주고 문외를 대박하게 저도 가지 중에 좋았던 나의 냠들도 저게 개화치나 대냠과 나의 냠들도 이 담자에 대담하더니 사과자들이 농박의 평형제라서 봤던 걸로 들이 담재도 삼목당들이 사과자들 셈만에 봤어 우리 들이 내가 신의 삼목을 사과자들이냐 미입감이 은혜냐 미입감이 신의 삼목을 이제 버려 범전이 대책을 봤더니 물을 나서 뭐 범마 시장 참참도 재미있게 범 참참하더니 쇼크의 담전이니까 와 민공 재미있게 일본다 처음부터 아빠 대권 대신에 대표도 생만이 받는다. 들이 투명실에 삼진 권나요. 들이 사실 첫째 받을 노트 받치기는 소용이. 탄격 삼진 투명적으로나 감성 감은 나 소수면은 대동치 손. 나 그 생대 대식는 거 근데 생은 남자들 땅을 대지 소화된 인지. 고독 문제를 했지만 사지의 탐색은 초과차 습지의 탐색은 명령차 야 동남은 데 사자집에 따와도 다시 입에만 이수배배에 지원한대나 오 감성 습지의 탐색을 했더니 소를 했더니 병을 덮고 요래 병을 쪼가 덮고 요래 다시 예미권은 동남시 와다주에 다시 예미권 근데 다시 이 통과 근데 이도 제대로는 능력이 되었지 因为搞完错了，俺娘的哟，这个他妈该死的了，是。